我回来以后啊，就跟其他董事讲了，他们一致反对和中天日化合作。王杰，你也知道啊，梦工厂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啊，我想你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。哦，我完全理解。中天日化方面，觉得咱们都是老同学嘛，啊，我只是给你们牵个线，这成与不成，我完全尊重你们的意见啊。好，就这样吧。那你就多理解了啊。好好，可以理解啊。哎，再见。这强强联手之事，我也给肖坤打过招呼了。这肖坤啊，态度含糊，闪烁其词，恐怕你还得给他们做做工作呀。哈，感谢王杰的鼎力支持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嘛。你已经尽力了，这事儿你也不必放在心上。我衷心祝愿你们能合作成功。好，王杰。随时欢迎您到中天日化指导工作。以后有事还会向您请教。哎，都是自己人嘛，不必客气。好，再见，王局。再见。好，好。孙总准备派谁到我们中天日化帮助执行企划？我们对贵公司的事情很重视，准备派徐总亲王协助你们执行，不知曹总意下如何？孙总不愧是策划大师，对我的想法可谓是了如指掌啊。哎，对了，孙总，像执行这样的企划需要多长时间？少则三五个月，多则一年半载。不知徐总是不是能够多留些时候？徐总帮助执行完就得马上回来，这边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徐总来做。至于具体的时间嘛，我们可以再商量。你们看，中天日化就是有实力，2700万把杰力洗涤用品厂给收购了。中天日化财大气粗，兼并个杰力自然不在话下。喂，刘队。哎，对，花娘只出去过一次，买了些美容美发用品就回来了。嗯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。是，不能松懈，继续加强监控。杨总，找我有事儿啊。啊，葛明，你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肖坤那边怎么样了？葛明，你知道吗？这世界上有三种人，第一种是要脸的，
第二种是根本不要脸的，第三种是给脸不要脸的。萧坤这小子就属于第三种人。这个小子真不是食物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杨总，您说怎么办吧？我们必须拿下梦工厂。萧坤这小子利用梦工厂销售摇头丸，与我们分庭抗礼。如果拿下梦工厂，挤走萧坤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垄断摇头丸的市场。伤其十指，不如断其一指。大丈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其实梦工厂就是萧坤、萧鹏兄弟俩的产业。萧坤负责对外协调，打通各种关系；萧鹏则主持梦工厂的内部业务。萧坤这个人老奸巨猾，很难对他下手。况且，他出了事的话，社会上影响很大，不宜对他采取行动。而萧鹏却头脑简单，很容易让他在人间自然地消失。这样，就给萧坤以致命的打击，迫使他放弃梦工厂。杨总说得非常好，回头我和杜老大来安排。切记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杨总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会办好。嗯，好，去吧。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曹总，你好。沈总，您来了，请坐。小姐，哎，先生慢用。啊，谢谢。沈总，今晚约您前来，一则是为了表示感谢，另外我还有一事相求。曹总有事请讲。那就恕我直言，我希望韩青能加入我们中天日化。曹总的意思是向我要人了。沈总，我和韩青情同兄妹，中天日化需要他，我也真的需要他的帮助。当然了，我这样做也是考虑再三的。好在贵公司人才济济，韩青的离开固然会给你们造成一定损失。我知道你们公司不缺钱，但是我还是要付给你们双倍的企划费作为补偿，希望申总能够接受。我对你的想法深表理解，你的坦诚也让我感动。汉卿如果离开，必然是飞扬企划的一大损失。不过汉卿要执意离去，我留也留不住。我了解汉卿，他不是见利忘义的人。当然，你们的情况就另当别论了。沈总，您的理解和大度让我非常感激。对了，汉卿还不知道这件事，烦请沈总代为致意。好吧。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听说还得麻烦您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我们老板说了，要让萧鹏在人间神不知觉得消失。
现金20万。做得干净点，老板要不留痕迹。好的，葛总有什么计划？是这样的，他这个人好色，先走。哎，好好。小张，快跟上。好。刘队，我是小燕啊，花妞上了月亮的车，我们已经跟上，请指示。随时报告你们的方位，我会尽快赶到。好，好的。哎，韩青，这是雪儿，我的助理。啊，你好。徐总，请多关照。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客气。雪儿啊，跟随我很多年了，我的生活起居都是由她来照顾安排。雪儿原来是搏击学校的高材生，帮了我不少忙。我们两个是好姐妹。她是个孤儿，在香港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见她晕倒在街头，就把她送到了医院。后来听医生说是突发性剧烈胆绞痛，要不是送得及时，我恐怕连命都没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跟……喂，喂，小燕啊！哎，月亮啊！花妞已经在淡水湾第二栋别墅区下车，你可盯紧点，我马上就赶到。知道了。喂，刘队。喂，玉峰。花妞现在已经在淡水湾第二栋别墅，请指示。立即行动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是是，盯紧点掌握。
收拾作业，快！快！你们只知道抓刘黑七，这个花妞就不管了。我来的路上正赶上他往回跑，逮了个正着。哎，刘黑七呢？他巨捕被我们打伤了，伤得很重。伤了？嗯。来，醒醒！哎，赶快送医院。是，开车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。是啊，港州作为开放的沿海城市，经济发展迅猛，吸引了大量的外资，这里啊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一块热土了。哦，你看两边鳞次栉比的高楼，宽敞明亮的街道，这些都是市领导狠抓形象工程的结果。哎，沈阳，我现在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中天日化。很快就到了，我相信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刘慧清，刘慧清，刘慧清，坚持住，刘慧清，刘慧清，刘慧清，哎，刘慧清，再等会儿啊，哎，刘慧清，刘慧清，刘慧清，哎，刘慧清，刘慧清，走快点。月亮，月亮，刘黑七不行了。刘黑七，刘黑七，月亮，停下来干嘛呢？啊，刘黑七死了，死了。说说你们这么多人，连个活口也抓不着。这下好了，唯一的线索又给断了。我们也不想打死他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回去再说。走。你们抓错人了吧？我可啥坏事都没干呢。装什么装？你组织妇女卖淫搞色情服务，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坐下。说，你跟刘黑七什么关系？我们是朋友，也不算朋友，他救过我。怎么救的？去年一群小混混到我的美发厅欺负我们姐妹几个，是刘黑七帮我们把他们赶走的。就这些。你知道刘黑七是什么人吗？不太清楚，我觉得他混得挺好的，是个依靠。你怎么知道他在淡水湾？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我接到他的电话，说是被仇家追杀，不敢出来，让我去送饭。他经常和谁在一起？他以前时不时带几个兄弟到我的美发厅。有没有一个叫陈飞的？没有，不过前几天听七哥提过他。怎么说的？前两天他喝了点酒，他说他们好像一起出什么祸来着，陈飞救了他，后来老大又让他们去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他没说。说实话。反正他提起那个人就恼火，我听他说好像是因为见那个人让他失去了好兄弟陈飞。他酒喝多了，说得稀里糊涂的，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他还说过什么？
再没什么了。他说的老大是谁？这我不知道。你可得讲实话。我真的不知道了。我知道你的来意，是这件事我做的是有些冒昧，没有及时和你沟通，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清楚，中天日化是我们的，谁也抢不去。我请他来是帮助我们中天日化走向国际，他这个人还是挺可靠的，他是我失散多年的老邻居老同学。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进入中天日化的核心领域。这么说，他是帮我们赚钱来了？可以这么说，凡是帮我们中天日化赚钱的人，我们都将尽可能的吸收他。那边吴亮庸，要不要过去看一下？在哪儿？啊，你们那边呢？对，拿瓶啤酒。哎，小姐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先生。您泡妞的方法也太土了点吧，哼，一点创意也没。爽快，来，大姐，怎么称呼？就叫我菲菲吧。啊，既然菲菲小姐喜欢有创意，那咱们就来点有创意的。只要你有创意呀、啊，父亲奉陪到底。好，肖总，您要个啤酒啊？肖总，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肖总啊？正是。这整个梦工厂都是您的。是啊。那我更要看看肖总的创意了。啊？持续的发展必须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。请。对了，小张，厂里最近情况怎么样？曹总，我们设想用生物酶喷剂来取代生物酶牙膏，进而抢占市场先机。想法很好，如果能成功的话，其前景不可估量。但重要的问题是，生物酶喷剂能否达到生物牙膏的效果？回头准备一份可行性报告给我。李莫庚和韩梅已经在着手可行性报告的论证。这种想法很好，像李老师和韩总这样的人才啊，真是不可多得呀。李老师是我国日用化工方面的专家，韩梅是他的得意门生，中天日化的发展他们功不可没啊。到那边看看。走。花妞提供的口供，我们对陈飞同志的死进行了推论，初步认定是这样的：杜月天就白四被抓一事，要给白五一个交代。
他命令黑七带着陈飞去见白武，这样事态发展就有两种可能。一，那就是他命令刘黑七把陈飞同志当作内奸交给白武处置。二，也就是刘黑七和陈飞和白武在交涉的过程中发生了冲突，手无寸铁的陈飞为了争取他们更大的信任替黑七挡了枪眼。分析的有一定道理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必须加强对杜月天的监控。本来我们计划通过陈飞接触杜月天，查出毒品来源，挖出毒根。陈飞同志牺牲，刘黑七被击毙，打乱了我们的整个计划。打击毒品犯罪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斗争，杜月天虽然涉嫌贩毒，但我们还缺少充足的证据。况且杜月天只是整个毒品网络中的马前卒，真正的毒枭还隐藏得很深。所以大家要有整体观念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击毙刘黑七是一大失误，使我们的整个工作陷入僵局。这条线索的中断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。这件事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想杜月天的毒品交易也不会因此而罢手，这种交易必定会更加隐蔽。不过高举，只要我们下功夫，一定可以抓住杜月天的。好，加紧对杜月天的监控，有事随时报告。好，散会。你对中天日化的高层和厂区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以后企划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就找我和杨潇联系就可以，我们会尽力帮助你。好，我知道，我一看杨总啊，就是精明强干的人才，颇有大将风度。以后很多事情需要你们协作完成，你们一定要注意，多联络多沟通。可以这么说，你们两个人呢，就是我的左膀右臂。我想，我和杨总的合作会很愉快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有三把钥匙，一把是中天大厦你办公室的钥匙，还有一把是碧楼湾别墅的钥匙，另外这把是你专车的钥匙。这样。我觉得我现在拿的三把钥匙有些不妥。第一，我刚到中天没什么建树。第二，授子礼遇我受之有愧，而且还容易引起别人的非议。韩青，这三把钥匙你必须接受，
愚公，你是中天的副总裁，应当受此待遇。雨丝，咱们是好兄弟，理所应当的嘛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来来，肖总啊，我呀可是个认真的人。我也非常投入啊。你可不许骗我哦，你要是敢骗我呀，我菲菲真让人想入非非。肖总，这样喝酒啊一点情趣都没有。你说怎么喝才有情趣？红酒啊当然得配红烛了。好，这个主意浪漫。怎么浪漫？美女配英雄啊，来。空气真好。嗯，这车啊配上咱简直帅呆了。跟着你鹏哥有你爽的。东边一个美人儿，西边黄鹤林。笑了，哎呀笑得太丑了，再来一个。月亮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好。小英啊，啊，晚上有时间吗？什么事儿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呀，这么巧，今天晚上我得回去，我奶奶过生日。哎，咱们俩整天在一起，想吃饭随时都可以。干嘛神秘兮兮的，整得像约会似的？你看你想哪儿去了？喂，你好，刑警队，是林姐吧？啊，小杰啊，伯母还好吗？嗯，她还好，谢谢林姐惦记。月亮大哥在吗？啊，他在，你等一下啊。啊，亮哥。喂，哎，小杰，是你啊？嗯，亮哥，晚上有时间吗？你说。我找你有点事儿，嗯，要是方便的话我们见个面好吗？嗯，行，那晚上7点星辰广场见。好吧。嗯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晚上请他吃饭吧。
我觉得她对你有好感。陈杰啊，可是个好女孩，你可不要辜负了人家一片心意啊。哎，我可一直把她当做亲妹妹，她一直把我当做亲哥哥。这你就不明白了吧？这是当事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这感情啊，就像这案情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。嗯，哎，我马上回去，哥几个先招呼着啊。哎，鹏哥，你干嘛去啊？鹏哥，你去哪儿？鹏哥，你干什么？干嘛呢？咱们还没玩够呢。厂子那边有急事呀。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？人家还没玩尽兴呢。走走，快走。别闹，我哥打电话一直找我，你看。哎呀，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？鹏哥，人家还没玩尽兴呢，咱们再玩一天啊。今天晚上你是属于我的，谁都抢不走，快走。亮哥，其实今天找你也没什么事。自从我哥哥走后，我觉得一下子失去了依靠，心里特别的孤单，所以想跟你随便的聊聊。嗯，我和你哥情同兄弟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哥哥，有事儿尽管找我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刘黑七被我们击毙了，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，没人接。啊，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是刘队长打的电话。嗯，这样，哥哥也可以安心了。其实，我们当时并不想击毙他。啊，刘队长说了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打死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再说，刘黑七也是死有余辜。嗯。哎，阿姨身体怎么样了？嗯，她很好。妈妈是一个坚强的人，再大的痛苦，她都深深地埋在心里。现在，妈妈为社区的孩子义务补课，妈妈很爱孩子。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倾注在孩子们身上了。嗯，阿姨是个伟大的母亲。嗯，小姐，你得好好照顾她。嗯，我们一家人都非常热爱警察这个职业。小的时候，爸爸问我和哥哥长大以后干什么，我和哥哥都说要做警察。后来，哥哥如愿以偿了，我因为近视没能进入警校。你爸和你哥都是好警察。其实警察这个职业是个很神圣，但是同时又是很危险的职业。然而，一个好警察，往往不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亮哥，你也是个好警察，我支持你。到来是我们的一大幸事，中天日化可谓如虎添翼呀！啊，多谢杨总夸奖。我早就听说杨总雄才大略，文武双全，今日一见，徐某深表敬佩。其实啊，我就想为徐总接风，但不知徐总有何雅趣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徐总是个爽快人，所以今天冒昧的与你出来社交，放松放松。我这个人啊，好读书，但不求甚解，爱好很多，却无一精通。哎呀，徐总，你的成绩是我在这个厂子里见得最好的，以你的枪法完全可以参加职业比赛。这曾经是我的必修课，我原来干过警察。嗯，